跟你说了没有？你看完事儿了过后，是不是找苏笑出去对了一下？那有可能就对一下手上的线索。为什么没有找我？为什么不找我出去对？因为我身上就没有线索，你知道吧？没有线索就不会来找我对，不会找我对的，然后就意味着我没有线索，你知道吧？意味着我。